妈，哎，又和面了。和面。这和面吃啥呀？今天你爸早上起来说要吃辣条子。想吃辣条了？嗯，我这还不简单。这好长时间就没吃辣条了，我也想吃了。那他吃啥菜呢？我给他出去买去。有西红柿、鸡蛋、蒜苔儿。西红柿、鸡蛋、蒜苔的呀？啊，算了，别管了，我炒菜吧，行，行吗？我炒菜，你弄面。炒菜的任务交给你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哥，老爷子想吃辣条子了。黑哥正好好几天没有吃着面了，这辣条子确实特别好吃。老妈正和面呢，我给她今天把菜炒了。我先把这西红柿洗一下。西红柿、鸡蛋，老妈的意思是西红柿、鸡蛋、蒜苔。不行，黑哥这好几天没吃肉了，今天得想办法吃点肉。我在市场上买了一小块肉，今天咱做西红柿肉的，西红柿肉的也特别好吃。西红柿我给它上面打个花刀，这样一会儿烫完了好扒皮。水已经烧开了，我把这个柿子烫一下。西红柿皮儿这么一烫是特别好扒，顺着热口一撕就掉了。先把这个西红柿蒂儿去掉。西红柿剁成小块就行，一会儿炖的时候要把它炖糊了，切小点好炖。西红柿全部切好了，这小半盆儿，一会儿把它炖糊了，浇到面上，美的美。我把这蒜苔也切一下，前面这节去掉，大概有个5毫米就行。切成这样的小丁丁，好吃。蒜苔也切好了，再装盘里。肉今天吃这个面，把这个肉切成肉丁，切成肉丁吃起来过瘾。肉丁也切好了，最后切点葱花姜末就可以开炒了。起锅烧油，油温有个四五成热，就把这个肉丁倒到锅里。油温不敢太高了，太高了这个肉丁容易粘锅。这肉丁炒到变色，里面加上一勺五香粉。把五香粉也炒匀，炒香。五香粉炒出香味以后，将这个姜末和葱花也倒到锅里。继续翻炒。这肉丁炒到一个七八成熟的时候，往里面倒点红烧酱油，这个是鸭心出色。再次炒匀以后，就能把这切好的西红柿丁倒进去，把这西红柿丁也翻吧翻吧。现在这汤汁越来越粘稠了，这西红柿全炖化了，炖化了浇到面上是更美。接下来开始调味儿。今天是吃面的，这面卤就得相对咸点，加上2勺盐。把它搅吧搅吧。西红柿卤又咕嘟了5分钟，这个时候差不多了，西红柿基本上已经化完了。现在把这个蒜苔丁倒到锅里，放到锅里面咕嘟个半分钟，它断生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关火出锅。我把醒好的面分成几个小份儿，我把醒好的面擀薄擀平，擀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用笼木把它盖上，再醒几分钟。面也醒好了，
现在开始做拉条子，先把醒好的面切成小条，抓住两头，一抻一拉就好了。好多人这拉条子做不成，关键就两点：一是面要和的软一点，二是面里要加盐，这样可以提高面的筋度。拉条子比较粗，让它多煮两会儿。好了，拉条子可以出锅了。哈哈，这面真棒，真成了棒子面了。你看我这西红柿肉卤怎么样？看，你今天又吃上肉了。嗯，这面美吧？啊，精的。你这一闹腾，我妈就给你做。我妈负责面，我负责菜，你负责吃。嗯，各司其职是吗？嗯。你爸比咱们忙，他还得负责想吃啥了。妈。嗯。这西红柿酱到多会儿做呀？到七八月份了吧，柿子便宜了。那时候下的是，那时候柿子正好下来是吗？就那老柿子地里呢是吗？嗯。白口裂口的那最带劲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那是我奶奶他们做的，全是医院的树叶瓶子，那盖了在锅里煮，煮完了拿筷子往里捅，拿个漏斗。对，你奶奶做的饭就好吃，现在我还老惦记着你奶奶的那一口。我们这意思永远吃不上的。你闹了半天，你就跟我奶学的呀，哥。当然了呀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谁敢说他啥都会了？哎，这倒是，学无止境嘛，是吧？对，你叫爸爸，你这全是道理吧？全是圈圈，全是上磨的，你咋不学呢？嗯，你学了一个最好了，吃。哎，家给我来半碗。还吃？嗯，好，吃半碗。你再来半碗。黑哥这一大碗跌饱了，老爷子碗小，还得来半碗。老妈正给老爸做呢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